上啥还剩几节课？常规课好像已经上完了呀。摄影课已经退了。康复课好像还剩一节。退。拳击课还有一节。对，拳击课还剩一节。拳击课今天就上了呗。墙上打的，挂在墙上锻炼的是死肌肉。对，我们这是活肌肉。对，这次练的是活肌肉。啊，活肌肉？那我也玩。